买条鱼，回去熬鱼汤。来吧，老板。来这个月。来一条呗。黄鱼。嗯。买绿吧。来点打雷。走，哎。行，这条精神头还行，看看。昨天呢？19.1。哦，好嘞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去小镇上买了一条鲤鱼，2斤多重。一会儿呢熬一个鱼汤，给那个黑妞补一补。现在小狗吧有20天了，等会儿去带大家去看看。先给它把这个鱼汤给它熬上，熬一个多小时吧。看这个鱼，还活着呢啊！再过一个小时后，就能体现出你人生最大的价值了。今天又喝，准备做这个清炖的啊。这样炖出来比较鲜。哦，下锅了，鲜鱼汤啊，熬个一个半小时吧。放我的小爱犬撒撒欢儿，这是黑妹和诺基的女儿，一虎皮的，一条黑的，就这条小公的是林珠的儿子。他俩就差3天，看看体型差多大。论打架的速度，还是林珠的这位小狗。那个鱼汤先熬一会儿，
好了，等下熬一个多小时吧，然后咱一会儿去喂大的。这个桶里边是鸡架，走。啊，谁报？现在一个狗就是两一天四个鸡架吧，上午喂两个，下午喂两个。这么快？啊？吃东西可快了，一个鸡架几口就干完了。一天四个鸡架。看看这条藏獒，哎，六岁多了，现在到我这儿可能。到我这边有差不多两三个月了吧，就我现在给他熟，敢摸他，从来没放出来过呢。我喂他几年，为啥不进来？嗯，最近几天把他放出来，给他把毛剃剃。这两个小母犬现在已经。开始喂肉了，但是上午已经喂来了两个鸡架了，下午就不喂。Hello， 去，还等着吃呢。给后个吧。嗯。那路没了啊。丢狗，小伟。丢狗一天得吃五六个这个半价。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最爱看丢狗吃东西了，先吃完。他惊着了，他一会儿等着你都给了他，他再吃。嗯。忙来喽，我以为他不吃鸡鸭了，这个鸡鸭没让他吃了。来吧，第二个。两个了，啊，第三个，来来来来，一天五个鸡架，丢狗现在是保持良好身材。鱼塘开了。再玩一会儿。
啊，炖了一个小时了，一个多小时了，颜色还可以吧，比较清淡。鱼汤靠狗粮，一顿就是这个盆儿，半盆儿吧。把这羊肉先拿到外边，你人太乱了，有点看不清。二十天的小狗啊，丢狗和那个黑妞的小幼犬。